我觉得我并不是因为这些。当时你有一场戏是喝奶那场戏，你是叼着一个奶，当时那个这个戏我自己加的，这个是我自己想的。但是你知道副导演为什么让你拍了一遍又一遍吗？因为他就觉得你喝的是非常可爱。是哪个导演说的？如果把秋实跟高兰子说，有个导演说，如果把秋实，这不太好吧？这么说，就这一句话，你来说吧。对，当时那个导演就看着秋实，哎呀，这小伙子，要是给他跟男子监狱，他就完了。大爷大爷，我来问你一个问题，就是你很多人都反映你最近怎么就突然开窍了？一共有两点的意义。第一点呢，其实吧，我平时就是一个就是有做事挺认真的，然后有一点点逗的一个人，我就想把自己就比较真实的一面展现给大家。然后第二点呢，就是关于李青这个，我觉得这么长时间了，那个我要阐述的一个事实，一个真相。大家说呢？其实这个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记得你当时问我，我说如果说你拍完这个，我觉得找你，你怎么办？你怎么演？因为当时我看了你一眼，就像你说很高冷的关系，是你的呗？你说让我演，一句话，一句话。然后问一个你们六个人都要回答的问题，你们就是要说实话，你们认为你们六个人里面谁最帅？每个人都要说。我就是我就没认为亲哥长得有多帅，他就是他那个气质比较吸引人。哎，不是说认为长得最帅的，这个问题还能继续，到时候咱们单聊。我觉得我其实一直从在剧组里，我认为秋实长得好看，从哪个真觉得秋实长得好看。秋实还有大伯，这两个你必须要选一个。我连这么多照实呢，我心都不好了。但我觉得，但是我真的觉得秋实长得是挺好看的，然后大伯也挺帅。我一个照顾人家，你们都不理解我，对，你看。
我说王宇杰帅，我说王宇杰帅，蔡赵不高兴，我说蔡赵最帅，秋实不高兴，我只能牺牲自己，牺牲我。那我说什么？其实你们都不了解王青，你们看不到王青有多努力。但是呢，我还是觉得从这里的话，我觉得从这里的话，但是我也真的觉得，大伯这是怎么了？大伯，你就说怎么了吗？对，然后特别是其他人都知道，在公司里面还觉得更好。当然了，我好哥们儿。弟弟最帅。对，当时我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，他说在认识王青之前，他身边的这个生活圈，他认为自己的最帅，直到他认识了王青。从小的时候，他们并不是说什么反应，他们是在质疑认识这个问题，因为他们是长大到了一定年龄之后才认识的，他们是属于这个怎么形容是。我其实容易被误会的，你们亲戚关系吗？还是我到现在都怀疑哥你们拉我眼泪了。然后下一个问题就是，你们来怎么想来爆料一下，你们这几个人里面谁是最胆小？我们一个宿舍晚上就睡不着的时候，都喜欢听鬼故事什么的，张震讲鬼故事，这给青哥吓的。哎，我在下铺，在上铺就床就直哆嗦，都不知道上铺干嘛。完了以后，我们都睡着了，青哥自己屁颠屁颠下来，然后夸，然后把那个我的电脑给关上。关完以后，我没事，我就醒了。我说你干嘛呢？他说你们听鬼故事，你们一个个全听着睡着了我。我怎么办呀、啊？青哥胆小，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。你怕毛毛虫是什么情况？其实我觉得我其实可能听着都会有一种感觉。你说清楚点。只是想承认，其实毛毛虫并不可怕。可怕的鬼故事是吧？然后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在你们这个六个男人的眼中，你们这六个人是谁最腐？绝对不是内宇。内宇为什么是最腐的？这个，你为什么要问我？对，因为最早在就是刚进组就拍戏的时候，确实是我们好多点都不懂，然后跟柴老师聊得最来的，然后最懂柴老师点的就是大宇了。柴老师在跟我们录日常的时候说，哎，这段很萌，然后大宇就对我解释，但是我们看不懂。你装的好像真那么回事儿似的。周围前是懂一点，那钱老师说，那这个他妈我得讲不点事说一句。
其实吧，其实可能最开始我懂比他们稍微多一点点，但现在我觉得最懂的是秋实。现在我觉得最懂的是秋实。为什么是秋实？举例。你说刚才的问题，你说最懂的是我，我觉得最懂的现在应该是。那我哪能跟你比呀、啊？你符不符合也得看跟谁比，那有钱的话就我这我这。下一个问题就是互相评价一下对方的演技，要听实话。实话，咱们不是在宣传，咱们是在给粉丝发福利，你要说实话。好，谢谢。我们这就是说好吧。我评价给我评价他还是所有人，对，从头到尾所有人，其实所有人我觉得都特别好，但就他不在了。就是然后我先把所有人说一遍，你说是我秋实很自然，大家就能看见他特别是像我这样的感觉。蔡少也除了自己不是我高中的高中，而且就昨天爆料一个事儿，就是蔡少昨天晚上流鼻血了，然后秋实会特别开心的笑，特别开心的笑着说：“我这么美吗？”你看秋实有多么不能自己。然后那个时候他说你不是眼睛有点红吗？然后这就是他流鼻血，这我来说吧。你说，就是他流鼻血完了以后，他那边的眼睛就有点充血，就然后当时柴老师说了一句话，柴老师说：“终于这都拍完了，我终于在你的身上看到了我心目中那个最成功的郭春雨的那个形象。”我就觉得我。